素菇菜的红肉，对啊，素菇菜后的米粉浆为主。看嘛，蚵仔，我真久无食蚵仔啊呢。嗯，甲蚵仔拢去布袋遐食着。我记我较早公司的对面有一间蚵仔，足好食。伊料真济，我看伊咧包的时阵料足济啊，有肉，啊，佮有蚵啊。肠啊。迄个韭菜啦。哦，韭菜哦。嗯，真好食。应该内底嘛是有加一点仔肠啊啦。我感觉应该是。我感觉加咸的较好吃。我即摆都袂当食咸。来，蚵仔讲足大只。看是普通啊，毋是讲足大个迄种诶。哦，你嘛够肥诶。即摆也小较好吃，你另一会较无较好吃。另一个有其他个口味。嗯。伊这爱酥酥啊。嗯。够翻得掉啊。你看。韭菜较济啦，嗯，主要是韭菜，啊，对，你韭菜嘛是鸭味啊，嗯，好食，十，嗯，好食，这是偌济？七十，四十啊，嗯，你看伊用料吧，敢真实在啦，伊肉甲伊个蚵仔拢放袂少，不然个，有啊，有吃着肉，吃着肉。你这蚵仔拢爱现做的，较好食。蚵仔无咧放伫遐个啦。无啊，拢爱现做，好食，烧好食。嗯。啊，剩个啥物煎粿有诶无？着较会当煎。干吗？有啊，蚵仔吧，我看放拢几偌块。哦，赞。北京个我毋知影，伊经个袂歹食啊。生意真好，啊，佮伊隔壁有迄间汤头店嘛袂歹。好，等下你试食看卖啊，看你想看安怎。好。好来，即摆换你食看卖啊。嗯。我用虾米？好。一点豆油膏，一点仔虾米，食看卖。你啊，这蚵仔吼，这你啊去迄种漳州布袋种。海边啊吼，拢靠咧卖啦。嗯，安怎？真酥，真酥吼。嗯，有同款啦。嗯，无干无干。哦，很好喂，这肉嘛真大块。哦哦，看到你只蚵仔。安怎？伊个调味料有加胡椒粉，有加迄个一寡迄个胡椒粉咧旁边。嘿。啊，味道袂讲足咸的啊，算普通。袂啊，我食嘛袂。嗯，啊，这两种酱料来拄啊好。我感觉用咸的就好啊，我甲豆油羹应该免啊。嗯，我即马都无多食咸的，啊，一礼拜海南食。嗯。我也有遐。哦，等。你看蚵仔煎两三只，哦，料用足实在。系啊。这一定会回购的啦，来咱这里面啦，够来咸水吼，蛋糕加，一斤啦，啊，搁个水煎包泡豆，拢固定干底啊，哎呀，啊豆，哎，啥物豆签羹啊，袂止啊，当下较食看卖，好，恁若来嘛是再来食看卖，伫遮啦，金城银行的头前啦，啊，伊个表情红豆饼，即马人较济。啊，一间朝秦鱼这条是朝秦路啦，从抓饼大看嘛是有人在买啦。嗯、我这间那个都有逛过啊，我伫这圆环家水煎包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都啊，佫有甲买这个煎粿啦，还袂记哩，食看卖。嗯、这煎粿一袋是偌济啊？十五。十五啊？我嘛算贵吗？一袋十五。嗯，真香诶，带着就输啊。咱粿是一般拢用蒸的啦吼，而且用煎的。我唔捌食过煎的。豆粉啊，它就是菜头粿。啊，食起安怎？我食外酥内软啊。外酥内软。嗯，你看来
来煎看卖啊。两个人家己来煎看卖啊。用脆薯粉来煎看卖。我唔捌食过煎过啦。较早细人拢常食。等下我煎过。你请假，等下我食一嘴看卖。去买蚵仔拢会买一寡煎过，佮其他有诶无诶？唔是讲蚵仔尔，我拢会买其他。我想食蚵仔尔。佮煎迄个番薯来。哦，这一袋十五。嗯，有点偏贵啊。系啊。那你买一袋贵，你也买一斤一袋，可能七八十块。对啊，啊你也买早顿诶，迄种贵。二十五，迄个愈贵啊吧？伊切的真真的，一个鱼个。那后来买一斤买蚵仔时，还家己试一看嘛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谢谢收看，拜拜。哦，我毋捌食过煎粿啦，第一届食煎粿，食看卖下到底煎粿差多。我真个人话，菜头粿，菜头粿哦，伊只刀，因为我一般拢用煎的。拢用迄落蒸的啦，啊！伊即用蚵仔粉浆啊，食开就是等于口味，就是唔是用蒸的，是用煎的口味啦。啊，你食开嘛是内底就是软软啊，外酥内软，嘿，外酥内软，内底就是食开就是菜头粿安尼啊。我淡些豆看卖，是袂歹啦。食起来感觉袂歹啦，甲煎的甲蒸的，蒸的你会感觉外表就是蒸到打白，你啊蒸到赤赤，系啊，啊这就直接用粉类甲用个赤，系啊，用个脆啊，无同无同啦。好，迄啰欢迎啊，家己要来煎看卖，看卖敢食起来敢有同款，啊同款啊，家己来食看卖就知影啊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拜。